蜘蛛女奪命教剪腳致敬未？Lisa 使出教剪腳，防狼真是一流啊！只不过被夺嘅咧就唔系色狼啦，而系2012年柔道冠军刘家俊啊，被 Lisa 答完再答都冇 say no， 因为佢同五届柔道冠军谭启祥阿 Sammy Sir 喺度同 Lisa 苦练紧柔道啊。兴趣多多嘅 Lisa 系六年八健美冠军，亦都系连续两届嘅长包山后。近年就爱上玩综合格斗，看嚟想做女版宇宙最强喎。咁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有玩开 boxing 同埋泰拳啦，咁都有玩少少咏春。咁而我知道 MMA 嚟讲咧，就有埋柔道啦，即系综合格斗技，又有埋巴西柔术。咁我知道 Sammy Sir 咧就系柔术同埋柔道嘅专项啦。咁好开心可以 Sammy Sir 就教到我，而我又学到好多嘢咯。咁啊 ，Sammy Sir 觉得佢嘅课程点咧？哇！即系 Lisa 真系天分咧无敌啊！真系我谂要教好一年嘅人，可能佢只系教一个月内已经可以成功啦。Lisa 咁辛苦训练，都系想第时有机会拍下武打片做打女啊！至于大计啦，就等佢自己讲啊。咁嚟紧今年嚟讲，就希望长包山可以三年卫冕啦。咁而自己亦都依家系大专院校嘅导师，咁年尾都会忙结婚咯。一提起结婚就甜丝丝，真系幸福到啦。